是炸到阿姨是炸人家儿子。潘水阿姨，这送一单都亏钱。阿姨要三送了。你的寿司做过法拉利。谢谢。选的吧，就法拉利确定可以吗？没问题，然后什么问题？可是有一个重点是我不会开啊，这可能需要教学一下，要出去兜个两圈，开一下，出去兜个两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这安全带也太帅了吧！这是要玩云霄飞车是不是、啊？我今天要把法拉利学起来，明天才有办法跑外送。帅哥他进来了。我们这样子去跑富潘达包，大家会有什么反应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今天呢将开着我的爱车去跑富潘达，好不好？你忘记老板说七点要还车吗？你可不可以让我开心一下？开心到七点。那我们今天邀请波火，波火他刚好有富潘达账号，如果说大家有被他送到外送的话，记得打断他的小费，大家给他差评。这个车子一定要保护好。我们要轻一点哦，波火，应该 OK 了，这样可以吗？ OK、好，那我们就开榜了。先帮忙看啊，你跟那个鸡，我是觉得，对，那个鸡是怎么回事啊？小心那个铁环不要扣到了，就扣到了。我等下扣个人就先扣下去，我这个直接倾家荡。你房子可能要卖掉了。OK。我们现在要等单嘛，对不对？对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有单的是不是？第一间回转寿司，回转真鲜吗？美式馆店，600公尺而已，走三分钟。看来我们的第一单生意已经到了，发动！哇，走。第一个餐厅离我们三分钟而已嘛，对不对？礼让行人。在400公尺处，滴滴已经在你的手中。你餐吗？啊，对。稍等哦。好。这边有多两袋哈。好，谢谢。OK， 确认已取餐，出发，没问题啊。好 ，OK， 出发。我们到了，哎呀！为什么感觉路人都在看呢、啊？你叫的吗？对。啊，来，谢谢。这车帅吗？你的寿司坐过法拉利。谢谢。拍一下名称牌。哦，好。谢谢。谢谢，拜拜。他好娇羞。3590，好，谢谢，确认已取餐。今天我要打工哎，是不是？然后亏钱的打工，送餐喽、哦！路人看爆了，我天！小姐，你们哦，好，又单了。这一次客人想吃排骨饭，我一定要拍到店家跟顾客的反应，好不好？小姐，1443，他是在帮助啊，对。还要拍片啊？对啊，开法拉利送外送啊，对对对，
这么酷啊！对啊，谢谢谢谢，好，拜拜。这个大楼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对对，一直炸到阿姨，炸一下儿子。欢迎谁阿姨？对不起。人家说他老公也是送 Foodpanda 哦，真的假的？那我儿子晚上也是在送啊。要试试看这一台送，很累哦。这超难跑的哦，这送一单都亏钱。还是要三送了。就对啊，吃饱太闲了。下一单是什么？吃什么？铁板烧。铁板烧是啊，在哪里？也在这附近而已。这附近吗？好好好，阿姨拜拜，想我哦。会哈，好，拜拜。哦呦哦呦，超多的口罩拉链，你们看我帽子都戴正的。已经饥肠辘辘了，您的餐点已送达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帅吗？可以拍照吗？哦，可以啊可以啊，你是要跟我帅哥拍还是要跟车子拍？当然是跟车子拍。好好好，无情。这个客人笑得很开心，这对我来说就是最棒的事情了，好不好？没有单，目前没有单吗？那我们往那边移动好不好？还是说你有什么想法？要不我们去接我妈下班？哎，可以哦。我们今天是外送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再一只母老虎也算吧。打给他。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反应的。喂。哎喂，妈妈，我到了，可以下来了。好。嗯，好。拜拜。好，拜拜拜拜。我妈好久，让我等太久了吧？我跟你讲，我等一下我妈多让我等一分钟吼，我绝对呛她一句，一分钟呛一句。现在我们已经等了她十分钟，然后我呛她十句。嘿，妈妈。嗨。谁的车啊？我新买的。你新买的？对。对啊。你为什么又要买车？这个很便宜啦。很便宜。200块。你为什么要？好啦好啦，不要在外面这样很丢脸。哇，好帅哦！哇哦。妈妈虽然说刚才在骂你，但是她现在笑得很开心。对啊。这个藏不住的笑容，好可怕哦。真是的物质女。这个消磨一定很恐怖。恐怖啊！对啊，所以你以后不能买这种车啊！不会啦，好啊，我们等一下就去加油。我没有带钱哦。啊！直接关上好了吗？对对。没有。你很白目呢。哎，妈妈。Uber 的钱先给我，刚刚在你也是要算一下钱的吧？1000啊！抢人呢！我坐到头晕了，我还要给你1000块。你怎么把我钱都拿走了？你还我啊！